我知道想要学会怎么跑步，要先会跌倒，擦了要扛起烦恼，不为嘲笑你就能骄傲。我知道今天烦恼明天更好，努力向前跑，我得到梦想中我想要的骄傲。欢迎收看 Minecraft 牧场物语，我是鸟斯，今天是第九天吧，应该吧，然后应该是星期二还是星期三吧，反正就是应该是星期二，我觉得啦，印象中。然后上一集我们的小麦终于长出来了，那这一集的话它又重新开始长了，没有错，那我们就要继续重新种了。上一集把小麦打掉之后呢，只有一个就是小麦种子，所以其实是很少的。那接下来我们再去动物小屋去捡一下我们的羊，顺便看一下我们的鸡长大了没。我们的哦，我想说我的鸡怎么不见了，吓死了。乖乖哦，乖乖。好，那我先把羊毛塞进去好了。五个应该可以卖钱，到时候再拿来卖好了。然后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我觉得我羊毛先留着好了，搞不好冬季的时候可以卖羊毛啊，因为冬天很冷嘛，所以应该要需要衣服才对啊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有用哦，就是存这个的话。好，那我们先去矿山去挖矿吧。那先进去，我上一集的矿物还没有卖，忘记了，来卖一下，卖一下，通通卖一下。煤炭也卖一下好了，然后收进去。好，那我们去挖矿，稍后回来哦。OK， 我们挖完矿啦，然后来烧一下我们的矿物。钻石还缺两颗，我们就可以升级我们的自宅嘞，房屋所以大约下一集我们就可以换新屋子啦，太好了。然后青金石也拿来卖一下好了。然后我还记得嘛，鹿翔需要皮革，然后杜有产需要的是玫瑰嘛。我们看这一集27块钱，不确定够不够我们到时候看一下够不够去交付他们的那些任务好了。然后先来，树还没有长出来，只有一个树苗好像有点少，再拿一个树苗好了。然后上一集有人问我说为什么，应该说上一集吧，还是上一集。有人问我说为什么树尼亚斯你不四棵种在一起然后变成巨树，这个作者之前有讲啊，就是游戏规则说明书，我记得不是在这里就有讲啦，严禁种植神木啊，丛林树木请单一种植啊，有没有。所以啊如果你是从中间开始看的，我讲过了，真的非常建议你从第一集开始看，不然就会问这种问题。当然不是不能问啊，只是说前面就有讲了，所以说其实你只要从前面看就不会就是有这种问题了，就前面就讲过了这样。对啊，所以真心建议从头有始有终啊。对啊，当然啦，从中间看觉得好看的话再从第一集追也是不错啦。对，但是如果你有问题的话，我是真的建议就是你从第一集开始看啊，看到中间如果还有问题再问啊，如果没有问题那就刚好就解决了嘛，就是前面几集就帮解决了你的问题了。对啊，所以真的还是同一句，真心建议从第一集开始看啊，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如果你是在 YouTube 首页刚好看到我的影片不是第一集的话，那也没有关系，你看完之后呢马上从第一集开始看，然后最后再有问题才发问就可以了，这样会比较快一点。对，然后我们的可可豆啊，真的感觉越种越多了，不是越种越多啦，越产越多啦。真希望那个杜有产他们的任务啊，可以是给他们可可豆，因为我这个最多。OK， 看一下我现在有一组半的可可豆，应该可以拿去卖啦。好，不对，放错了，对不起。那我们再来往村庄前进吧，现在还有100多的精力值，我们先卖可可豆。可可豆，然后这边我们现在有39块的绿宝石了，
那接下来呢，我先去这个动物的卖动物蛋的地方，因为我要看一下鸡蛋有没有生，有没有鸡蛋？没有，太可恶了！我要拿种子诱惑你。哎，我没有种子，好吧，算了。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工具店看一下。我记得钓竿好像要20几块，对不对？20块，那我这样会剩19块。我先解杜幽蝉的任务好了，这个好不好？6块钱，好啦，先解。好，还不要，这个这种事情急不得，我先买钓竿好了，我先买钓竿，然后我再去矿山看一下那些矿物可以赚多少钱。先买钓竿啦 ，OK。后面有没有更强的钓竿？哎，没有，哎呦，有精致屠刀，哎，不过目前不需要，因为我动物只有羊跟一只鸡嘛，都是单数的，砍掉就没了，所以以后再说。食物的话，先不要钓好了，先不要买好了啦。然后我们现在先去矿山一下，我看一下，哎，应该 OK 啊，这个可可豆放后面好了。矿山，5个金锭。12个铁锭，我们煤炭先留着，因为煤炭到时候可以烧鱼嘛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先泡个温泉。温泉区应该是不能钓鱼啦。哎，不用，应该不用泡温泉，我直接去农田那边钓鱼就可以了。我们要开始第一次的钓鱼了，钓鱼物语。大家应该知道我在说什么，如果不知道的话，可以搜寻一下钓鱼物语尼亚斯，应该就会知道了。 OK， 那我们来钓鱼一下吧。这个的话，这样子钓会不会钓得到啊？哎，可以，我们稍微的，哎，有，哎，马上有，哎，好快哦，再来，超快的。等一下，我这要调一下粒子密度少量，应该才可以看到那个水的波纹吧？还是没有啊？还是 1.4 没有？哎， 1.4 好像没有，对不对？那我还是不要调那个粒子密度好了，我等它有声音再钓起来。那我们这一段就稍微，哎，它突然沉下去了。我们这一段就稍微加速好了，因为反正也没什么东西。哎，哦，我被传回家了，时间到了。好的，那我们先来烧一下鱼好了。然后晚上要干嘛？其实我该做的事情都做完了。那我先这边烧一下鱼，然后再去动物小屋捡一下我的羊的羊毛好了。嗯，这样刚好有事做。哎，我的鸡长大嘞，酷！赶快生鸡蛋，快点生鸡蛋，给我鸡蛋。那我们今天就不再去村庄了啦，因为也没什么事情嘛，除了买骨粉，那个骨粉其实不急啊。那。等一下，我煤炭还有4个，哎，我先回家，然后我等这个烤鱼烧完 ，OK， 然后我们先前往矿山，我们把多余的煤炭给卖掉，顺便再赚一下钱，然后烤鱼吃一下，OK， 好，然后这个先放着吧。再来就是煤炭的部分，我看一下一个多少，5个。5个1块钱嘛，我们留个6个就好，好不好？六个留在那个这里面，到时候有多余的那个就是鱼的话就可以烧了。那我们现在有28个绿宝石了，太好了，可以回家休息了，终于有稍微存到钱了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呢，就先暂时到这里结束啦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应该说，如果你喜欢这个系列，想要我继续拍下去的话，就帮我点个喜欢，或是订阅，或是把影片分享出去，让你的同学朋友啊知道，哎，这个系列不错看，你觉得很棒很棒，推荐给他们。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，欢迎到赤联军的粉丝按个赞，或是看下其他的有趣实况哦。那如果你对我的影片很有兴趣，要支持我一下，欢迎到影片中可留个广告，不要略过它，这个免费赞助哦。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喽，大家。拜拜，晚安。